吃饭。本来要吃对虾的，没功夫。我眼都绿了。最近啊，就一直减肥，减肥就昏气儿我都不沾啊。我今天吃很少了，因为现在瘦到128斤了。今天，犒赏一下自己。这个是咱们家4050对虾，马上要涨价了。想吃的朋友啊，抓紧买，188块钱两盒包邮，好，太划算了。直接洗干净泡一泡，清水煮就行了。如果吃不了啊，还可以把它晒成虾干儿。超级无敌美味。